关于艺术，我想讲的是风景画。好的风景可以令到人发一发呆，停低睇一睇。而我亦都希望自己的画可以足够好睇，咁令到人哋发一发呆，停低睇一睇。我希望观众在看到画的时候，就好像我看到风景嗰阵发呆睇一睇，感受得到呢一种嘅感觉。